谁赢了，陆离归谁。谁先喝水，谁算输。那个锅开了，赶紧吃吧，等会儿还得上班呢。你最近都瘦了，多吃点肉。女孩子应该多吃蔬菜，对皮肤好。吃火锅之前要喝点水。江好心，刚刚是谁非要来吃火锅？刚刚是谁嫌弃鸳鸯锅的，还非要加麻加辣？哎，我去个洗手间啊。我这顿饭可不是白请的啊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无事献殷勤，喝吧，什么事儿？我在这边工作，需要一个助理。除了陆离，其他人任你挑。那咱们就凭实力说话，谁赢了，陆离归谁。谁先喝水，谁算输。那就别吃了，喝点冰的。谢谢。你输了。什么输了？那个，我刚才听说 boss 的100种死法那个项目是你带头做的吧？我还是觉得你在我们公司作为一个网管有点太屈才了。没有，现在的工作我很满意。我知道，既然这个项目是你做的，那之后和江总他们公司的对接就交给你负责了。陆总，你答应过我的话不算数了吗？你也知道，这事儿没人比你更合适了。重要的是，我相信你对我的情感的坚定，我也会随身保护着你，绝对不会让某些目的不纯的人